神的爱在哪里？在温暖的阳光里，在你我的拥抱里，在我们颂恩小组每个灿烂的笑容里。现在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拍掌，我们要一起来唱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要一起看见神的爱。Oh.
今天的圣经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来举来一面，写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再次，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接着让萧晨再来跟我们讲到，他要讲的题目是超过所求所想的神。播放器，他说在前面。大家有看到这个是不是不见了？看一下椅子上有吗？大家看看。看一下你的椅子，因为刚刚在搬。来，看到了，找到了。不好意思。今天跟大家分享超过所求的所想的神哈。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庆吗？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所以今天是耶稣怎么样复活升天之后，对，应该说耶稣复活之后到今天五十天，那也叫做五旬节，所以圣灵节也叫做五旬节，所以这个是基督教里面三大节庆很重要的节庆之一。那我觉得今天也是很特别，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音乐见证会，所以我们今天连座位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希望就是用音乐来见证神。那我今天也是来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然后让大家了解我过去到现在是怎么样一回事哈。那你知道我们人生里面你什么时候会发生事情你都不知道，所以人生的风雨你是很难预测的。那到底在你一生当中，你的依靠跟你的帮助到底从哪里来？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很多人在面对这个时候是很难去面对它。那我们今天是用这样的一个情况，知道说，我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以找谁呢？那今天我用这个经文，就是神怎样，他能够照我们运行，照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就是神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同你同在的时候，你的心里你就会被神大大圣灵充满，然后呢，神的运行就在我们当中，然后让我们有力量可以去克服，可以去面对，那神就会成就所有一切，而且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神是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那我先来讲，我过去一直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回想过去的道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若没有神的预备，我今天不会走到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以前我受 CPA 训练，那什么叫 CPA？ 就台湾教牧关顾，就是属于灵性照顾的训练。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一直到后来现在大概三十年的时间，然后一带小组，我就当督导，当带小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懂得很多人性的部分，人性的软弱，人性的需要，看了很多生命的故事。那后来呢，我又去张老师中心学智商辅导，也是有五六年的当督导的经验，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长的。那我在医院有28年做光盘师的经验，也是智商辅导的经验。后来呢，我受了婚姻的训练、沟通的训练、情绪管理的训练，然后还有临终关怀安理的病患的这个部分。那甚至我是我学过 E1 E2 E3 这样子，然后我也受过演讲的训练，敬拜团、福音布道团，其实门诊布道，还有指挥。但是我是想说，其实我学那么多东西好像很奇妙，好像为了这一刻而预备的。我后来想一想说，哇，为什么你会学这些东西？那可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一样预备，后来念社工研究所，然后后来再念宣教文学硕士，然后再来念一个道学硕士。这个过程当中都觉得说这是怎么回事，就是都在念硕士，可是就是都在硕士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学了这些，其实发现说原来牧会都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装备就是为了将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是很感谢神的。那我很害怕，其实从关怀师到一直到传道师，对我来讲是我过去一直拒绝的，我过去拒绝当牧者，可是如今因为神很爱我，所以我愿意再接受这样的一个道路。那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是因为神的爱，我看到神的爱已经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我愿意往这条路，虽然很害怕，但是我还是愿意接受挑战，要不然其实我是拒绝。今天我老伴在那个地方，来，我所谓的老伴就是姐妹伴，姐妹伴牧师娘在那个地方，她是牧师娘，也是我的同事，好姐妹。那时候我其实我很慌，很害怕，很恐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其实是他在我身边，然后我跟他讲说我的困难，我的难题，我就跟他讲。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就想说可能有神在带领你要往怎么样前走。那很奇妙，那天回去就翻到圣经以赛亚书33，就刚好讲到说神以艰难给你当饼，以苦难给你当水。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神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都要往前，就算你要再往前行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奇妙？他刚讲完之后，我回去看圣经就很奇妙。人家说一翻开，通常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了，就是一翻开神跟你说什么话，通常不可以这样。可是很奇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翻开就是了这个经文，我也吓一跳说。他来家都喝了，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那么刚好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事情加了在一起，都看到上帝在带领这个路。刚刚他们在唱《神的路最美好》，虽然这个很害怕、很恐惧，但是呢，神的路还是最美好。至少走到现在，我还是很开心、很快乐，因为每天都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服事。虽然我们同工里面很多个性不一样，很多需要调整，但是呢，我就发现。其实这件服事是有意义的。那我说一下，人生很多时候是很大变化。我妹妹在14岁的时候，她一个车祸过世。那我妈妈的时候，她8年卧床在脑中风，然后就卧床8年。那我需要照顾我妈妈，结果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先生又一上来，所以是堆叠的，就是在同时一个人要照顾2个病人。那我的人生也大大转变，我从一个本来是小女人，依附在先生的这个宝贝里面，觉得很开心、很幸福，是小女人。但是这时候我就需要角色大变，然后呢，所有一切就想说，就是有靠神，真的靠人，真的是有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帮我做这些事，唯有神是我最大的依靠。而且我很清楚知道神他怎么样供应。那我先生在住院的时候，他每天就是读经，他每天读3到5小时读圣经。所有一切在人看来，医生就说3到6个月，医生还已经知道其实都3到6个月大部分，因为一发现就是末期。可是我先生呢，活了两年多，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神成就。然后本来我们都认为这2年多应该是每天哭泣难过，然后受伤，然后心里悲伤这样子。可是很奇妙，我们是用喜乐的灵来迎接跟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很开心。我们在看后面开心的事情。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透过信仰，所以我们家有家庭的祭坛，我们有做礼拜。好，那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一直到12点，甚至有时候说讲到2点，我们家庭一个很好的互动，就是家庭大家能够在一起，这个关系。刚好那一天是我们医院的现在的副院长彭瑞跟另外一个安宁的护理长，然后刚好到我家，然后呢就跟我们一起查经反思，就是做家庭的这个查经，所以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时间点。那虽然是这样，我们以前从来没有6日再出去做什么，
那后来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周休二日，以前都没有周休二日，到那个时间刚好周休二日，所以呢，我礼拜六都是带着我的先生到处去，旅游。46年之前都没有在旅游的啦，好，因为六日都是要六要上班，然后日呢就是要服侍上帝，所以六日没有机会出去外面旅游，真的。但是呢，很奇怪，生病之后打个100万出去疼，好，那个生命其实是很彩色的，然后很开心。你看我的老公这个时候是得癌症的情况，你看他有没有像生病的人，一点都不像，开心得不得了，好，开心。这时候都是在打化疗的时候，你看他可以这样，所以信靠耶稣的人真的是有平安有喜乐，真的是平安喜乐。都，你看我那个小女儿才国小5年级，那时候的她，好可爱哦。好可爱哈、哦！我们另外两个女儿在这兒，来，那两个女儿起立一下哈，让大家看一下，那两个是我女儿，又漂亮，现在长大了，现在长大了，好，请坐吧。那你看哈、哦，这是我们去台东啊、哦、一个黑森林的地方哈、哦，那这个公园我们在骑脚踏车，你看这2008年，现在是几年了？2019，11年前。你看那么久的时间哈，那个时候其实他2008年后来过世，你看那个样子跟过世，你会发现还离有一段时间，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啊，他就给我拍手，好，所以在患难当中仍然很喜。你看这是四个人里面我老公最开心，这拍是我拍的，所以我不在里面哈，所以你看他最开心。那我以前过去都没有办法了解说，怎么一个人在患难当中可以喜乐？可是我们真的是在移下来的时候过程，知道真的可以喜乐，而且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喜乐，是那个盼望，有信心，有盼望。我知道要往前走，就靠主，不是靠自己，因为那个时候靠自己真的有限的，真的是靠神。那我在这个病痛当中2年多，我的体验是这样，就是神跟我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你只要相信，相信神是超过你所求的神，相信他会供应你所有一切的需要，相信不要看环境，你只单单看我，你就是要这样做，你所欠缺的我一样一样的为你预备。哇，这些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很激励我心。那我就跟上帝求，我跟上帝求几件事情，信仰上来，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重要，我想跟你一生都有关系。如果当你有困难，你跟神要，你来，我们来看这段经背。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时候我求了几件事，第一个我要能够睡觉，因为我现在刚过世的那周，我一个礼拜我都躺着，头脑。想睡觉，其实已经累歪了，因为所有的丧事没有人可以处理。因为我哥哥在北部，那我的娘家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有关程序表示处理程序。那所有一切就是我一个人要承担所有的内容这样子。那牧师，我们以前的肖牧师也是都有到我们家来关心哈，然后程序表就这样弄好。但是所有内容就是一个人要去配搭这些事情。所以我那个礼拜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里面躺下去都是事情。然后很奇妙，我第一次经验到什么叫做精神科病患没有办法睡觉。我第一次经验到说什么叫做没办法睡觉，就是眼睛眯着，可是我里面都是刀剑那个飞奔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啊，就是眼睛就是咚咚咚咚咚咚颤动这样子，都睡不着。这样一个礼拜我还可以维持，我想说神，我再这样下去我会再见、哦、我虽然拿安眠药，我就跟上帝说神啊，我要睡觉。结果没想到，我那个礼拜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不要这样玩了，你一定要让我睡觉。好，如果可以不要靠安眠药，我希望我能够睡。结果你知道吗？我那天祷告完之后，很奇妙哎，很平安哎，然后就从那天开始就都可以睡，都可以睡这样子。一直到现在都可以睡，没有这个睡眠的问题，也不用吃安眠药，所以我都没有吃。我其实有一个月的安眠药在放在我家，都没有吃到。那第二个，我老公走了，以前过去的经济都是靠老公，那后来我老公走了怎么办？然后一个人根本要赚钱养这三个家，三个伙，所以是有困难哈。
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经济不缺乏，我要经济不缺乏。第二个，我希望神你可以供应我。第三个就是，我期待我的孩子怎样要上国立大学，因为国立大学可以省一半的学费。我每次的学费都要20万-30万这样子的学费在一起，就是还包括生活啦、啊，那个因为他们都在屋住外，台北都贵死了。还好神很恩典，给我哥哥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他们去那边住，他们就不用钱啊。有时候住学校宿舍，那费用就比较低，不会像外面的那个都10000-20000这样住宿。所以我觉得上帝就是很奇妙，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再来就是我期待我的孩子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就是说这一生当中没有父亲，那母亲有可能有一点会走，那他要依靠谁？他不能靠我，靠我也是会倒。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要靠上帝。我跟孩子讲说，你说一切，当我先生生病的那一刹那，那一天，我就跟我的孩子讲，妈妈有一天会死。其实我很残忍，在那个时候还跟他们这样讲。但是呢，我跟他们说，可是你靠的不是我，是神，是神，唯有神可以靠，一个一生靠，永远依靠的，没有人的，因为人都是短暂，他会死，人有限，他没有时间全部陪伴你。所以我很清楚，我就跟我的孩子这样讲，说你的依靠在神，不是在妈妈，也不是在爸爸，因为爸爸已经生病了，他没办法成为你的依靠，甚至我们是要帮助。陪伴爸爸的，所以我是跟着孩子这样讲，我也很高兴，我的孩子现在都非常健康，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把他们打倒，甚至我感谢神，因为这样他们变成更独立了，更自主了，更自爱，更自我负责任，这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我先生跟我讲说，我说哦，你若不在我大概活不下去了，他就说没有，你要以神为乐，你要以神为乐，不是靠我，靠神。这句话又很扎我的心，那我就发现，真的神这些事情，神一样一样决定，没有一样让我没有，全部每一样都应验，都应验。好，我现在跟大家看，这是他过世后，过世后，那你看哈，我们每年的时候都会去扫墓，好，每年甚至不是扫墓时间，我们也会去。怎么那么漂亮？哎，对，就是这样。我们在那个墓园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喜乐的灵，说：“爸爸，我们来看你的哈，老公，我来看你的哈。”但是我们都很喜乐，我们就带很多小玩偶在那地方。哎，奇怪，这次怎么没看到玩偶了？那在苦难当中，仍然很有盼望，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先生不是没了，是回到上帝的家去了，而且我以后要跟他在一起的，那有什么好担心？他只是先去而已。哦，他只是先去而已，我将来跟他一起去，同样住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是很快。你看他那个碑文里面看到有没有？还是以神为乐，看到了哈，那个以神为乐。所以这句话证明他给我们的遗言就是这样，你要以神为乐。那我说我的孩子，我希望孩子跟上帝有个好的关系。所以这为什么只有两个？另外那个是在台北受洗，因为他没办法回来，所以他选择在台北受洗。结果当台北受洗，没想到受洗的人是阿公，就是我的二哥，竟然是二哥帮他受洗。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蓝雅教会，刚好是我的哥哥到，他是他们那个小会议长，所以就是二哥帮他受洗，阿公帮他受洗。那他们两个就是我们的牧师嘛，帮他受洗的。那神很应许说，我要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要知道哦，你不孤单的，你所有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需要、一切难处，神都供应，他爱你，他不撇弃你，你不孤单的，你有一个绝对的盼望。那神怎么样应许？他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你心里所求的、所需要的，他都赐给你。你相信吗？你要相信，你要确信，你不要疑惑，神就是单单要给你。他说你需要的，我要你要把你的事情，你就交托我。很多时候我们都靠自己，很有限，靠自己很有限。有些说体力不行啊，对不对？体累，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要给别人很难的，我觉得我也很困难。当我很疲惫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给得出去？我给不出去啊。我有神可以给你，他是那个供应。
所有身心灵需要的神。那你为什么不信？有这样一位神，你还在怀疑吗？你还在那边犹豫吗？这是我确信的神。我今天只要告诉你，我们的神多么伟大，是超过你所想象的。他爱，他深深爱。这个也是历史故事了。好，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全家会四个同时同年毕业吗？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历史，有人这样的，我看也没有的。看，而且四个人同时，为什么会这样？我老大跟老二其实差两岁，可是事实上他们年级其实他们只有差一岁。那因为我老大是读在职班，就是在职班要读三年，好，所以他读三年。那我们老大是读中兴大学，机械工程研究所。那老二呢，他是读那个国立师大的国际人力资源的研究所。他刚好同时哦，那个时候刚好我又去念神学院，我五十几岁才跑去念神学院。好，那我的小的，这个是小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是小的，这个是连士北的音乐系，他是大学毕业，啊，你知道吗？所以刚好四个人同时毕业。这张照片是在台北师大，刚好他毕业典礼，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自己的什么硕士服，自己都带去，因为你知道那个时段在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有是硕士服两个礼拜在身上，所以我们就那个时间就怎样带全部的人说，哎，我们一定要拍一张历史的照片，所以在这个地方拍这一张啊，这张是奇迹的。那当天我们就穿着学士服、硕士服。到爸爸的坟前说：“爸，老公，我毕业了。”这样子跟他们告诉他们说：“我们全家都毕业了。”当天好，当天我们就这样子一路赶下来看爸爸，说也是给爸爸一个交代。虽然爸爸早就知道，就在天上都看得到，只是哦，那个行动上就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爸爸，好那种感觉，所以就在那个坟前面，真的跟爸爸说：“我们都毕业了，请你安心。”我要跟他说，你交给了三个女儿，我都完成任务了，这样子，我就是要跟他讲说，我完成任务了，哦，你交代的我都完成，是神完成的，不是要嫁掉才算完成，啊，要嫁掉才嫁掉 ，OK， 好好好，希望能够找到好丈夫哦，不要做了，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要祷告嫁到好丈夫这样子，爱他们的丈夫。那你看这一点是，就是那时候，那其实我们那这一点我记得有四张是大家很浅的哈，可是不知道跑去哪里，如果找不到，那就是没有关系。那我就相信说，真的神是怎样，他是在患难当中，当你的那个你遇到患难的时候，将来这些患难的经验都成为别人的安慰。所以你看我在当关怀师，当那么久，那现在变成，我们教会有病痛的不对吗？我们很多病痛啊。你知道我到我们教会来，已经十几个人，我已经看接待十几个人回到上帝那里去了，因为我有这些临终关怀的经验。那我不是只有关怀我先生的经验，我以前在癌症病人、癌症病房，都是跟安宁有关系的。那我在七二病房里面殡葬期，我在那个地方至少有四年到六年的时间都在安宁病房，所以陪伴多少病人再见这样子，所以临终。我有很多的经验，很多病人的经验，所以神说这些经验都要成为你安慰别人，让别人得安慰的地方。神说，因着神的同在，神会拥抱你。你就像那个小孩子，我喜欢这张图片。耶稣他用慈爱的双手，你就像婴儿被抱抱，他知道你所有一切，他知道你的苦楚，他知道你的失落，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你失落，他也知道你心里的痛。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这一切都要过去，我来取代这些痛苦，我来取代。神要取代你所有一切的失落跟痛苦，他要用自己来代替。”不是靠你自己，你不怕搞，
靠你自己，你不要搞大的得了。不过吼，还好我没有得忧郁症。以我跟我先生的感情，我们18年没有吵过架，绝对得忧郁症，因为我老公的戏。哦，这样知道吗？可是今天我不是靠老公，是靠神，让我新生命当中有喜乐的盼望。苦难很多时候是让我们跟神有更好的关系。很奇妙，我自从我先生过世之后，我发现要紧紧抓的就只有神了，其他都不用再抓了。啊，很奇怪，大风大浪过后，其他事情都是小风小浪，很奇妙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苦难就是配偶失去，最大的压力也是配偶失去，离婚也是，但是离婚更受苦。离婚的话，他还有受伤伤害，因为关系不好所以有伤害。可是呢，我觉得我就是失落的痛，失去爱人的痛，那是一个很深的失落，很深的痛啊。那因为这样，我跟神的关系更靠近，我跟神越连结，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妹妹过世了，我妈妈过世了，我老公过世了，一个14岁，一个46岁，一个76岁，一个差30岁，一个46，一个，所以你看，都差30左右，少中老，好，都离开你，而且是至亲，至亲的亲人。你最爱的妈妈走了，你最爱的老公走了，我只有唯一的妹妹也走了，难过到极点。可是还有一位神，他是依靠和帮助，所以那时候真的是相信说，我们是，我们的神是永恒的，他不会死去，好不好？他不会，他不会离开你，真的。所以你们要相信说。谢谢。哇，这也是一个很深的拥抱，谢谢。哇，谢谢。OK， 我本来就害哭了，可是这个真的是感动，我真的是觉得感动。我觉得所有一切帮助都从神而来，我都跟我孩子讲，没有谁可以真正的依靠，只有神，只有神。所以你要相信这位神是信实的神，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句都不落空。我最后这张图片我要跟大家讲，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一个彩色盘一样，那你会发现好像上帝把这个彩色盘弄翻了。本来你会觉得我是很有条不紊的放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很漂亮的。可是打翻了之后，发现哇，这个图比你过去所设计想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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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很多规划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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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神给你的竟然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美、丰盛、美好。我今天人生走到这里，我觉得我越活越丰盛。越活越美好，张医师还没有信主，要把他抓进来。我今天也在说给你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不是靠自己，你靠自己永远有限。即使你当医生，当医师，当医生，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太太啊，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啊。我没有说，你自己说的。我要说就是，我们都有限，也许我们在某一部分有专业，可是所有专业，你所有拥有的一切，你都为了荣耀这位神，不是你自己。你所拥有的就是要给神用，而你如果拥有的你都不给神用，那我跟你讲，神会把你拿走，你有也没有用，他看不熟，用不过去用，那么不好。他规划工，他靠拢专业知识跟学问，可是都不去用，也不去用来帮助人，都没有用。我真的越来越发现，人很卑微，我们只懂那么一滴滴。神是这么丰富的神，可是我们却不会去找那么丰富的神，没有。
所以我要说，我今天要唱一首歌，就是《奇妙真神》，我们请大家上台。这首歌其实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因为我的基地就是这首歌，我的生命就是这首歌。我知道神所给我的真的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我今天能够走到这里，还能够活得这么幸福，没有因为这样而孤单，是因为有这一位伟大的神，他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群人仓促成军，什么意思呢？这一群人从来没有一起唱过歌，这是第一次，而且是今天第一次唱。其他有两三个我们是在礼拜四有唱过，不过我们重点不在我们唱好不好，重点在歌词在跟你说什么话。所以请你用歌词在告诉你的内容，请你来听这首歌。当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我要邀请你们所有一切的所有人一起来唱副歌。那前面的时候我们唱一些歌。走走云溪
们要说，你是那一位赐给我们充充足足成就一切的神，你是那一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你是一位爱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神，你深知我们的需要，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所有一切你全然的供应，你全然的补足，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喜乐，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有你在，我们就能够活出爱，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求上帝帮助我们不断的接电，你就是那位电源，我们要不断的与你同在，与你同行。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有这一位超过所求所想的神，你们心情好吗？好。心情好吗？好。来，一起起，站起来，我给大家唱好心情。生命见证啊，林芳君姐妹，我们先请传道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来，我们黄君啊，其实是妹妹啦，哈，妹妹带她信主啊，但是她在我们花语堂其实有慕道一段很长的时间哈，那她在今年2月24号受洗。好，那今天我们就是来听他的生命故事，到底为什么他经历这位神，他愿意决定他要一生跟随主。那我把时间交给他。大家平安。其实本来没想到要做见证啊，因为传道是告知我，而不是没有给我选择题，所以我今天只好站上台上来做分享。对，那因为我妹是大学的时候受洗，所以其实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慕道。那看我头上的白头发，知道其实已经慕道很久。对，然后就是大概是在就是前年的年底啊，就是经历了手术跟住院，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有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因为我本来是就是从小就是会晕针嘛，就是一抽血就会晕的那种。所以一直到现在的话，就是每次去抽血的时候，其实都要跟护理师讲说，我会晕哦，我要躺着抽这样子，所以每次就会被笑这样。然后其实，在术前一直很担心说，如果住院的话，那个针要一直扎在手上怎么办？就是非常担心，然后又怕痛。所以后来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因为那个时候进手术房的时候啊，然后什么东西不能带。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点滴，好，就是挂点滴的那个支柱了。那我就看到上面，然后就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形状。那我心里就想说，哇，好，我看到十字架这样子。对，然后进到手术房之后，那麻醉师他就要帮我打麻醉针这样。然后他就说，有些人对麻醉会有反应，就是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啊什么的。可是很奇妙的是，我躺着的时候，他给我打下去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感觉，就睡着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对我很好，因为我怕的痛啊、针啊，其实后来对我来讲的话，其实都很平顺度过。那就是后来我康复了之后，我就每个礼拜来华语堂这边，然后一直到前就是在受洗
的之前啊，受洗之前的话，就是有一天我跟我家的猫吼，就坐在客厅里，然后听诗歌这样子，然后我就听一听，我就转头跟他讲说，哎，你帮你也信主好不好？然后我突然间觉得说，我可能真的就是受到了神的一个感动，因为我甚至连我家的猫我都想要让它信主。对，所以后来因为这样的，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就参加受洗这样子，对。然后我整个因为以前啊读经啊，然后听诗歌其实都无感，就是会觉得说可能就像很多人在听古典乐一样，就觉得哇好沉闷还怎么样。那但是我发现在我感受了之后，就是上帝的爱之后的话，哎，我现在其实听到诗歌我会觉得很感动。那就随时随地就是一定要有十字架就是在我身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像刚才呼应他传道刚才讲的，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像我们的话，以前为什么慕道这么久，是因为理工人都很想要实事求是，然后眼见为凭啊。所以这可能是因为其实我慕道时间这段时间的话，其实我一直都有在看那个荒漠甘泉跟明日亮，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心里是相信的，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做一个就是例如说受洗啊，或者是上教会来做一些落实。但是后来我经历了这一段，就是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是蛮辛苦的一段过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人类有限，阻碍无边嘛。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身边并没有人，他们可能想要，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比如说你进开刀房，还是你在病痛的时候的话，其实身边的人可能很想要帮助我们，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够依靠主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好，谢谢。那个，我们请那个提莫太敬拜长先啊，提莫太啊。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分一个敬拜团，就是合起来一起唱。所以我们要唱这首歌叫《认识你真好》，好，来这首歌非常轻快，非常活泼。那我们在唱的时候，如果你喜悦，想要跟我们一起唱，可以一起唱。那副歌的地方，特别是大家一起来伴唱《认识你真好》。Thank you.
够除掉，喜乐永远印在你心头。谢谢。谢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人都还没有认识神啊，欢迎你们那个来教会，附近的教会都可以啊，你们来认识基督教，你就会认识神怎么样爱我们啊。好，那个是爱所以你们就等刚刚那个上了一样啊，认识你真好。来，我们那个有一天会挪到下面去哦。我们接下去，请大家再站起来，我们再唱一次，再唱一次《好心情》哈。爱你，爱围绕你，喜乐充满地，烦恼都忘记，每一天好心情在一起。接下去我们要请阮老师做个见证哈，那个我们请中间阮老师介绍一下。我们阮老师我想没有人不认识了，不过今天有一些新来的人的确不认识他。好，那阮老师是谁呢？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那目前是华语团的顾问。那今天的主持人就是他的老公，哈，就是正光的医师，哈，这样子哈。那他的生命在半年前哈，然后曾经出了一次很大的车祸，那全场有六个人都受伤，他是其中脑部开花的一位啊。那我们这个生命故事，他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他如何从这个苦难当中，再找到现在可以弹琴，还可以跟大家一起。这样子分享音乐啊，明白他的生命故事。另外，我要再介绍另外一位，好来，这位单师傅，请你起立。来，这一位呢，就是脑部开花的时候，这一位就是帮他缝起来的人啊。整个过程当中，他因为他整个骨头有断裂的状态，等一下会跟我们讲，到底发生了奇妙的什么故事？就在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要不然他今天可能四肢瘫痪的啊，所以真的有神的带领，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谢谢上帝，谢谢上帝。这个人谁？你呀，认得出来吗？认得出来，再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啊。我们这四点发生了什么事？第一，后生起来，你这样子，叫什么？我要弄到最前面。所有一切都要靠郑医师哈，这个也是他帮我做的，郑医师很好用，不要按哪一个。切除，2018车祸，2019他中秋节，所以连续四年都是很惨，连续四年哦，不是只有一次啊。哦，我按按看对不对？没有动哎，不会动啊。我们要去大雪山玩，好好玩。他这回程很重，惨不惨？惨。如果车子稍微偏这一点一下，谁就没命了。对，谁？他坐在前面呢，他刚好从正中间呢，啊，民警开车的，他开车的人一定会撞到自己，对不对？他会把车子转过来，结果没命就是这样子。哎呀，真是很感谢。好，这是我。
因为我就昏倒，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一次叫我都叫不醒，他在那边哭呢，还以为我死掉了。他就以为一直咬我一直咬，他应该要笑吧？因为我死掉了，他笑。但是好可惜，他在哭啊。他现在才在哭。他假装哭的哈。给良心安慰。然后就运送到那个，他因为他叫救护车，永雪在这里。Okay. 永雪是车祸现场其中的人。永雪，那因为救护车，我们说他说要送到彰基，我根本没听到，我都不知道。那个救护车的人说不行，我们只能在同一个县市，因为凤鸣家，所以叫到凤鸣医院。那凤鸣医院他说不要了，那我们就要再叫救护车回去。他说等等等等，你这个没有处理好，你会脑出血到死。我那个脑出血很多哦，他所以就帮我缝这个时针，有没有看到？有。我刚按这个灯，对，这样会按。哦，对，这个现在的我，他帮我照一照来补觉。锻炼了。好，这个张医师看比较懂，不是很懂，就是从上面下，这个是第四个，第四颈椎，对不对？这第四颈椎有没有看到裂？裂哈、哦？有啊，是。那这个是照什么的？我不知道。这是照什么？颈椎的电脑断层。的电脑断层。好。那下，对，那这个是我送入加护病房，我不知道。你光你只说话，很难看清。然后就说病友通知，我可能没希望了。那淑珍帮我签名的，淑珍在哪里？淑珍，给他帮签。郑医师也是我签的。郑医师胸骨断掉，然后这是病人通知单，然后张医师又帮我照核磁共振，他告诉，不是只有断掉，是碎掉。他就说不行不行，那一定要开刀，那本来说不要开刀，让我治疗好。在核磁共振吗？照，你有没有看到是一条黑黑的啦？什么都没有。哦，对了，张医生对不对？就说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看到。张医生，你在哪里？你是最帅的，中间那个。最高的。最高的啊！好像是最帅的，那不知道哪个最帅，哪个高。然后融合手术以后，这个叫装入支架。哦，我跟他去北部在一般的，然后就是这个，哈，然后你看看哦，加个整料是吧？他身体真的很久了，进久了，因为怕我。啊，这个是我儿子听到从美国杀回来哈，来再来。啊，我儿子要回美国，他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走路，他不知道，他能走起来，走站起来，嘿，起立看看，然后走看看，可以的，他就安心了，知道我没有瘫痪了，他就回美国了。你看，知道没有瘫痪，他就回美国了。还是老公正常，还是老公正常。然后呢，他就说不能躺那么久。要起来运动，所以我们就在那个那一条走廊走来走去。每天都这么多人陪我，真的是每天的。笑完每天就看我，笑完你在哪里？对，他每天就看我，他在病房，还有这几个人都是每天哦，不是隔天哦。然后这是我要拆除引流管，对不对？张医师就是要拆除引流管。好，这些照片都郑医师弄的，不是我弄的。然后呢，我要清痰，说要吸这个，我也不想学习吸什么。后来那人家叫我吸，我就吸了。然后他说手要复健，就拿一些游戏让我玩，很好玩嘛，也蛮好玩。然后头也要闭着，然后要吃饭，不能吃饭。有没有看到？好，我要听电话，是要。
只要人家拿给我听，我不行啊。好，痛不痛啊？超痛，手指头超痛。然后要起来做，洗头，这是谁？最帅的。最帅的，他来看我，啊，我就跟他握手。他就在看我吃，变长。他这是周志忠副院长，就是邱建富，谢谢，伟大的，这个最伟大，因为是我妹妹，她从台北上那个飞场，哎，她下来两次，好，这样子坐车下来两次，不是我，丑不丑？不会，不会。那个时候还没有出院，还在里面，真是就帮我照，他就是一双带红的丝跟着我，好，我住了，真是我自己然后十五天在那边住，在住院当中，在住院当中，10月1号他帮我看到，10月1号，然后10月6号是他的生日。爱些朋友就陪着弟兄姐，我告假，真是我告假，有啦，我没带错啊。然后这个就是出院当天，真是说这样太难看了，要戴帽子，这样比较漂亮一点哈。啊，这是回到家了，这个几天呢，张医师规定我戴3个月。啊，后来真的很乖，我就戴3个月、哦、然后后来改成这个软的，就比较舒服一点。刚开始都不舒服，你知道，我是要戴那个硬的睡觉，对不对？连睡觉都要戴。后来是睡觉的时候可以不戴，醒的时候再戴，把它戴着、哦。但是我都笑笑的，我没有哭过。是不是有那个专属的那个知识可以减痛痛？我还要贴吗啡哟，吗啡贴布。然后这个是牧师娘帮我针灸，哇、哦，你知道痛到什么程度？超痛，真的是超痛的。你有哭哦？这一次你要补充吗？你要补充？他说你哭了。然后这个是谁知道吗？牧师们来帮我祷告。啊，林良堂啊，各个家的秘书，来下面啊，这是真啊，这个小广啊，全部是牧师娘都帮我祷告，靠好多人帮我祷告，我那一阵子一天一定要打4通电话，家人要帮我祷告，4通哦，每天哦，差不多持续几个月，不然无法帮助，因为太痛了哈。然后我生日。10月17，我10月1号开刀了，11月17，啊，真是，我们都帮我弄死了，在我们家楼上把眼晒开了，啊，这是那个点灯彩街，我也去参加的，啊，这个之后头发开始长起，事实上是很丑八怪的，不会了。早来啊，很早的哈。那这个是什么？张医师比较清楚。我开始融合的是下面这张，对不对？上面这张是空空白白的，骨头没有融合，还是白白黑黑的。黑黑的是没有融合。没有融合。下面白白的，就表示骨头都长过去了。对，这是2个多月。张医师看到这个，他很高兴。就拿给人家说，哎呦，这个恢复神速。他说一般人要6个月才可以到达这样，我2个多月就到达这样，所以他们说是神迹了。那我骨头就融合了哈，但是中那个跟骨头没有融合，现在骨头长到里面去了。哦，我那时候很认真哦，我每天都去运动。你知道有谁陪我去吗？
小凡，还有其他对 Victor， 他从台北又回来。我每天哦，我那时候好勤劳哦，不晓得为什么，每天就是运动。那时候校长每天来帮我，陪我去运动。他这一次不行了，他要看门诊。嗯，好，然后你看手术后两个多月，十二月，我就去宿营出去玩，潜哎，这个叫潜水。我这个很好呢，三岁，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两个多月就跑到宿营去。那一次真的有潜水吗？潜，我不说不行。我不敢跟他说，我跟他说他一定说不行的，我就偷偷跑去了。你看有没有？再次玩玩一下，他真的下去潜水，那金沙，金沙，看到金沙，所以有人看到这条龙，我很真实啊，那恐恐笑笑。金沙在笑什么？不是啊，金短短的时间能够这样，是不是神迹？是。我们十二月去宿务，还有几月去哪里玩？三月、四月。哦，那就比较久，三月、四月去巴厘岛，还有几月都玩。从生病到现在已经玩三次，去国外哦，说是国外，国内没够嘛，哈、哦。他说的是，真的是所有一切都是神在照顾。好、哦，感谢上帝，感谢所有关心我的，关心我的真的很多，从前也常常跑去。替我祷告，但是他刚好没有遭到下，所以没有留下。宗轩真的常常去，很多朋友都常常去，我们这些送恩的也常常去帮帮我唱歌，只是没有遭到下，都是这一次的错。他这一次来帮我养父那个补充氧气，我们看张，请张律师来做歌。那个当车祸发生的时候啊，他没有，他在第二排，他没有绑安全带，而且在睡觉，所以本来最后要再加一张，请大家乘车要绑安全带，交通宣导。那所以他在第二排，那他也在睡觉，我也在睡觉，司机也睡觉，就是这样。那老师在第二排，他冲过去，可能去冲到那个玻璃，哎，不是那个镜子啊，那个镜子也坏掉了。照后镜，可能是冲到，因为我在睡觉，不知道嘛。但是我们都起来以后，我发现他蹲温底下，就躺这样子。那有血在旁边，那我们俩一直跟他叫，怎么叫都叫不醒，叫了很久以后，他才喊一句说痛。哦，我们就知道，哎，应该没关系的哈，但是还不知道他的那个有没有全部瘫痪了。后来那个119到了，又赶快跟他固定那个颈圈，哦，然后慢慢移过去那个救护车。他我说要送当机，他不可以，他们规定是要当县市，所以最近就是丰原医院。那到医院以后，我跟他说我要转诊，他一看伤口，他说你这个血液一直流哦。我先帮你缝起来好了，他就也没有给你照 X 光，什么都没有的哈，就这个处理完就让我送过去，送到张基。那张基这边我已经联络好了，所以他们已经在急诊室等了。那一进去又就是送到那个，可能就先照断层吧，断层一照，马上就送进去加护病房。那再隔两天再照磁共振的时候，才发现不是只有裂开，是底面都脆掉了，碎掉了。所以就准备开刀，那时候刚好就是礼拜五嘛哈，那他怕礼拜五我快开完刀没有人，医院比较没有人嘛，就在等到礼拜一，然后院长就给他弄一个，当天就礼拜一开的刀，好，然后就是后面就是刚刚讲的过程，啊，那张医师也认为恢复得很好啊，那当然是感谢上帝跟大家全部的人哈。这样子，谢谢。我家不是开灯吗？对吧？后来才发现，我这里撞那么大，他伤口那么大，我的骨头为什么都没有断？头盖骨啊！等一下来请他来断。断这里，他为什么这里没断？
你后来就你要感谢主，感谢遭到一面就糟糕了。现在我们请张医师啊分享一下，他是上帝曾经外科啊，曾经外科，那他跟我儿子差不多年龄啊，但是他有跟我讲哦，他因为他们在做那个显微手术啊，用强光，所以现在他都有点老花了，老花很严重，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到教会。跟郑医师，我连在彰基都还没有去过那个周会礼拜。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老婆还叮咛我说，去教会不要乱讲话。那今天真的是很荣幸，蓝老师跟郑医师愿意让我来这边跟各位分享。那之前的事情发生的前面，我也是大概今天才比较清楚，原来撞得这么惨。那刚刚蓝老师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伤口这么大，这里却没有怎么样？因为你的脖子变成你的骨袖，哦，所以我今天我曾经在这里。是送你的脖子。那这整件事情啊，从一开始，光是蓝老师一送到彰基，一看到那个辫子，我们第一时间认为蓝老师非常幸运，因为第四颈椎损伤属于高位的颈椎损伤，有一定程度的患者。在受伤的当时就会失去呼吸，就呼吸终止，因为高位颈椎损伤很容易造成我横膈膜瘫痪，当场就没有呼吸，所以第一关你就很幸运，应该是蛮奇迹的。那再来到了彰基之后，他的整个位移不是那么明显，我们认为或许保守治疗可以过关，就没想到核磁共振一做，哇，他那个前面整个都完蛋了，那个东西是不会好，而且如果说不尽早处理，不把固定起来的话，再恶化可能会有瘫痪的危险。那所以我们可能有问题，为什么急诊的时候不立即做核磁共振？因为核磁共振必须病人患者自己一个人在那个核磁共振里面待上一个小时。那以蓝老师当时的情况，颅内有出血。生命征象不稳定，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检查，就一定要等它稳定之后才办法做。他做完我一看，我傻眼。然后蓝老师住院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一通电话，院长室，院长秘书来了，我当时那个院长要跟你讲话，我想说，我做错什么事情？后来他在跟我说。教会的长老蓝老师的情况这样，那要我特别注意。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紧张起来。那也还好。刚我们看到那个打进去的那个支架，那个东西刚好业代厂商那个时候刚好那个礼拜在中部，就马上可以调得到货。这个又是刚好。但通常那个要等。那院长在手术那一天，可能大家迫于院长的权威啊，主动的让出一间，因为我们这种脊椎手术的房间不是随便的手术室可以，我们要有 X 光机很大台，啊，然后再还有显微镜，啊，这些很多东西啊，而且房间的格局呢，它跟一般开刀房不一样，它的墙壁都是做过特殊处理的，要不然我们的辐射线会泄露到外面去。所以那一天院长帮了很大的忙。那不过在手术之前，我一直很担心。你看那个植物这么长，通常我们脊椎手术顶多就是把椎间盘拿掉，放一个扁平的支架进去，那个愈合、那个融合度是非常高的。可是你刚刚看到我们打进那个东西啊，它是把我们粉碎掉的那几节，蓝老师总共有大概两节半被拿掉。哦，两节半拿掉，然后我再，对，我跟你讲，我给你忘记了。那因为这个是属于长节段的，那支架这么长，支架的方法是你放进去之后，它有个螺丝转之后它会撑高，像千斤顶那样撑高。那个时候我在想，蓝老师已经快70岁了，骨头会不会长？因为
你植入物打进去之后，不是就是那个东西。我们希望说骨头沿着我们打进去的植入物，从中间的管子长过去，让它融为融变成一体，这样就很坚固。那个时候想说70岁了不知道会不会长，没想到你们看，2个月长得像人家6个月这样。这个真的。感谢主。然后，当然说一直在追踪嘛。刚刚就讲到去潜水那个，我记得我有跟你讲不能潜水。你们现在还敢照照片没有？我在这一切啊，这一切整个不管是，当然受伤是不好的，可是受伤之后有好的结果，那整个过程都蛮顺利的嘛。那再有就是，刚刚有看到在开刀房有祷告。今天张师傅让我们祷告是蛮常见的，只是我是主刀医师，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是我也是我的第一次，事情事情第一次。那一天手术的时候就想说，放平常心啊，平常心。我记得整个准备好之后是早上11点，我记得是11点。那等到我再来有意识的时候，大概1点半，所以是也是处在一个极度专心的状况。可是我记得我动作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没有特别赶，希望说能够做到最好，甚至于下意识有放慢的动作，可是竟然完成的时间是跟平常一样。这个是蛮奇妙的。牵着你的手。神牵着我的手。所以也感谢蓝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到这边来跟各位分享这个这一段的过程，谢谢各位。谢谢啊。其实我有想到了，当初进去的时候他不是先照断层嘛，照断层的时候有裂痕，裂痕的话就是保守治疗就好了，你可以待个3个月到6个月嘛。但是那时候我就先问他，我说：“哎，那我这样，那个我年底能够出国吗？要爬飞机吗？因为我们那个12月，我们小朋友都要回来，那个宿我早就订好了。哦，我就先问他：哎，那我这样能够搭飞机吗？他就说：那个要看，要等2-3个月以后才能够决定。那我就在准备。哎，隔2天照那个磁共振出来以后，他说要开刀。后来我就问他说：哎。”那这样开完刀以后是不是可以去？因为开完刀固定下去反而不会乱动嘛，所以我有先问他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个术取消了啊，所以应该是那个打下去以后反而先固嘛，是不是？这是我当时，所以我们那一年他10月1号开的刀，我们12月底我们就去了，就去术那个哈，好。那个，他也很高怪啊！我告诉你，他放支架以后，他跟医师林志颖医师说：“那我们要出国。”他就说：“哎，不晓得礼拜几开刀。”然后礼拜一的时候，林志颖医师叫他回去放支架，放支架，整个支架，因为他塞了90%。那。我们就跟他说：“没有，我们要出国，不能回来放。”那个医生说：“来，蛋奶，很严重，你绝对不能出国，马上回来放支架。”你跟他竟然好高管，我呀，我先去给他等了3个月，结果他也是出去玩，去巴厘岛吧，玩回来，啊，好好的，再回来放支架，哦。他比我高管，我觉得是半斤八两。我那时候检查出来又是一边阻塞90%，一边50%，他叫我赶快听嘛。啊，我说我这个70多年才阻塞这样，差不到1个礼拜，就先出去再回来。好，那我们听了这么多见证哦，那我们大家都存着感谢的心哦，我们请松。宋乐长在唱那个《天我感谢你》。
的患难失恋的尽头是神的祝福在那里。感谢天父，感谢神，天父我们感谢你。
期我们都听了很多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这一位神，他说的一件事就是他爱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没有觉知信主，也不太相信这位神能够帮助，但是今天所有见证的人都在告诉你一个真相，就是有一位神他爱你。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他知道你深深的需要。请问每一个人眼睛闭着，我现在要问你，每一个人都不用看别人，就单单上帝在我们当中在邀请你，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神，他愿意为你而死，愿意在你最远的时候，他愿意救你脱离羞耻脱离罪恶，让你心里面得到释放，如果你愿意邀请这位救主在你生命当中，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上帝要问你，孩子，我爱你，你愿意接受我成你生命当中的救主吗？我愿意救你，我愿意为你而死，你所有一切我都愿意为你承担。有一位这样的神，他就这样触摸你，你愿意吗？若你愿意，请你举手，不要看别人。若你愿意，请你举手说：“神啊，我愿意。我虽然过去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我愿意在你面前，你就与我同在。我摸不着你，但是我要亲身体验到你就住在我当中。圣灵啊，求你啊，住在我当中。”谢谢，我看到好多人，请放下。我要为你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举手，愿意宣告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你要一生应许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越过种种的艰难。邀请你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帮助，谢谢你在爱你，谢谢你，我们过去一切的罪犯求你赦免，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在第二件事情，我要再问，若我们当中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没有白白领受神的恩典。我这时候，你眼睛仍然闭着，我要再问你们自己，把你的手放在心里面。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服事，神如此的爱你，这么多服事当中，也许有敬拜团的服事，也许有司祭的服事，有司献的，有接待的，有拼拼拼的。有录影的，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有专门探访关怀领人信主的。求上帝你预备我们一个心，说主啊，有这么多的服事，有这么多的合场，福音的合场很需要工人，若你愿意，你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愿意。若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上帝面前神都看见，说神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单单的因为你爱我，我白白得来这些恩典，我也愿意跟别人分享神的爱。若有人，请举手。谢谢，谢谢，非常多人，谢谢，谢谢。我们现在祷告。知道
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好多好多的人，刚刚都举手说：“神啊，我愿意一生来服侍你。”在我们所有的服侍当中，你都愿意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有一颗服侍的心，帮助我们在好一堂里面彼此连结，帮助那个有需要、有软弱、愿意陪伴他人的人。谢谢你在我们同在，把我们所有愿意服侍神的人都交托在你面前。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来，那个我们本来这一条这一首歌是牧师要唱的啊，他没来，我们就全部自己唱好了啊。耶稣召我来行天路，有人之前吗？646哈，新圣诗的646，这边有，那边有啊。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是也是一种寻找就是神啊，刚刚我们很多人举手，我们就是这样愿意与神一起来走天路所以这首歌。是牧师要唱，不过因为他现在还在圣餐，在楼下聚餐，所以应该还没有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一起来。
全部起立，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的父神，感谢你今天这么多人齐聚在这里，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神迹，我们听了许多美好的见证。求父神继续的光照我们，爱护我们，让我们这个花语堂能够越来越兴盛。谢谢你，孩子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圣灵求，阿门。